诗班的献诗，神真的配得我们赞美，然后神赞美。在新年的一年开始，我们就用赞美来到神的面前，同时我们也要打开圣经来读启示录。我还是相信神说，只要念这书上的预言，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有福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一起来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神的祝福。好，所以请你翻开启示录第十章，我会念到完毕，十到十一都把它念完，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圣经。也许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念圣经。那教会里面其实更应该有更多的读经的声音出现在当中，而不是人的声音。我的声音可以少一点，但是神的话可以多一点。好，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十章，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第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光，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有一个小手柄，同时举着太阳，他右手大海，左手大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吼响，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但在七位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于荣耀给上天上的神。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以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把底下时间恭敬仰望，愿神你自己的话语再次的来扶持我们，提升我们，指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跟随你、敬畏你，并且传扬你。我们再次的把底下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第十三次了，我是一直按着次序，虽然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急，想要大范围，其实这次已经有点大范围的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稍微再停一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第七号之前，我们会发现前面六号，当然第六号你们听的上已经很久以前了，十一月讲第六号的时候，是长着狮头的马，导致许多人的死亡，然后在最后面第七号吹响之前，你会发现神又暂停了一下，在这边又开始讲述了一段好像插件进来，在七号之前，你知道接到七印之前，接到七号之前，中间天上停了两刻钟，因为发现当一个事件要再发生的时候，好像东西就暂停下来，在这个暂停的过程当中，神又多了一些事情停留在这当中，所以第七号之前，你看约翰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其实这个大力的天使我们都知道侍者往往都代表着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度或者那个王，所以即便在地上那个侍者外交官都代表的是那个国度的权柄和那个国度所要赋予他的这种身份，所以你看到这位大力的天使，我简单很简单的跟各位讲，你会发现他的头上有红，有没有那个红，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就是挪亚方舟之后红出现，那个是神立约的记号，换句话讲，这位天使所彰显的其实他也在彰显那一位神，那一位王，他是一个守约实此爱的那一位信实的神，然后你会发现他有云彩，都是象征神的同在的那一面向，面向日头，你知道你也印象中什么谁面向谁面会发光啊，摩西，有没有，其实当一个人非常靠近神的时候，常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他的面就是好像发光的太阳，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画家在画那些什么法兰西斯啊，画那些卫斯理或什么画的时候，你看他们后面都有一个光环，有没有，他其实要描述的是这一群人跟神非常靠近，以至于面容都发光，像摩西一样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位天使其实面容发光啊，他是藏了在神的面前的，然后你会发现两脚像火柱，我讲过火柱其实好像是一个审判的记号，因为在旧约里面其实也会发现耶和华从火柱向埃及军兵观看，然后你会发现埃及军兵就混乱了，拯救审判火柱，你会发现然后他所踏的地方踏，你会发现连踏的地方都很有意思，踏地跟踏海，对不对，脚掌所踏之地表示他的权柄或者他的范围，当他踏地踏海的时候表示这个全地都是他在掌管，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侍者这样的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预表就是代表神的权柄，神的侍者，然后手里拿着一个书卷，他是打开的，对吧，你们读的当然他是打开，打开的表示说这个不是要封印起来的，这个里面的信息是要让人家知道，而这个信息已经预备好了，七印之前你们读七印的时候是封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拆，然后这位大力的天使所带下来的信息已经是拆开来的，那我们等一下回来谈一谈这个打开的小书卷，然后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这位天使下来之后还没讲话之前，你会发现应该他开始慢慢的要说话，他开始举手说话之前，然后就开始七雷，对吧，其实你会发现有七印
七号，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七号，其实在中间有一个七雷，在 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其实有个七雷，只是你会发现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叫他封起来，神说跟约翰讲，你听到了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写出来。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在启示录里面怎么样，我们看不到这个七雷。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神讲话往往是用像雷声在讲话一样，这位天使其实讲话像雷声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要说有一些启示上帝只让一些人知道，因为其他人可能听不懂或无力承受，所以上帝暂时将这些启示保护起来。其实我在想这个七雷啊，七雷，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时候像小孩子如果一些不懂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无法承受我们要跟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暂时会怎么样，为了保护他或为了免得他承受不起，我们也会把他拦下来，我们认为等到他可以了解的时候再告诉他。约伯也是这样，当他在那个苦难的时候神都没有讲话，甚至其实约伯在问他说，神跟他讲的跟他想问的完全不一样。神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七雷有可能，我不知道，我只能猜测，因为没有人知道，因为神讲话的时候有可能是要责备这些罪，责备人，责我们承担不起，因为那是神的话了，懂意思吗？七印是揭开来，七号是天使吹号，都有事件发生，七雷是神自己在讲话。当然启示录也都是神的话，可是如果七雷是神要对世人讲的话，世人可能担当不起，所以那个雷就封起来。但是我后来看一些大卫鲍森说，也有可能神让这个七雷封起来是他不要再做这七雷里面的事情了，他直接可能就往七号七晚里面走了，可能七雷要对人讲的话已经没有果效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之前不是看到吗，已经有七号六号在前面或者七印在前面，人有没有悔改？没有，人咒诅神，有没有？那你觉得如果今天神七雷讲出来的话，人会怎么样？你觉得人有可能悔改吗？所以后面天使说不再有时日了，有没有？七雷封起来，所以我要说七雷其实有可能真的是代表了神要对人所说的话，但是可能人承受不起，或者人已经硬心不再听，所以七雷就封起来了。也有可能是神对我们人的保护，因为他实在的怜悯我们，他还要给我们机会，你懂我意思吗？他还要给人机会，所以这是七雷。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很奇妙的，都看到神其实他总是顾念这一切。接着我来谈一谈小书卷，你拿着吃尽的便叫你肚子发苦，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不论你自己听或者 你读这卷书，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甜甜的，可是在你仔细再思考一下，你觉得苦苦的，有没有？会不会应该要这样子哦？如果你听你觉得只想听甜的部分不想听苦的部分，那表示你还不太了解这一卷书里面真正的部分在哪里。但是你也不能只，你也不会觉得都是甜的，都是苦的却没有甜，那你会感觉到这个神很可怕，各位。但是我真的要说，读启示录这卷书会让我们感觉到，你初看的时候你在读的过程你会觉得甜甜的，但是当你继续思想神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在你的里面会有点苦苦的，因为你会自己觉得说，哇，那我到底预备好吗？其实有人说，其实每次读启示录，我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希不希望未来临到。一方面我希望他临到，我们都希望耶稣基督再临，对不对？可是一方面我又觉得，我真的能够一关一关的走过去吗？然后进入新天新地里面吗？很多时候我不希望它发生啊，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如果它真的发生，我真的能够一关一关过去吗？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你有一个期待，甜甜的，耶稣要来了，甜甜的。可是呢，当你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或他再来的时候来审判、来施恩的过程里面，这些过程里面，你会觉得苦苦的。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启示录，是我们不能够只挑甜的部分讲。我不能跟你讲跳过中间所要发生的事情，直接跳到后面二十章二十一章跟你讲有新天新地，那很甜啊，我们都喜欢。可是我却不跟你讲中间会苦的地方。其实你今天看到十一章完毕之后，七号吹完之后，后面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征战，还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要发生，会让你觉得啊，苦苦的。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只讲好听的东西给你，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会让你们不舒服的，或者让你们觉得难过难过。然后你会发现当他吃进去的时候，刚有声音跟他讲，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其实我真的要说世界怎么结束，真的只有基督徒清楚知道神把启示录给了你。如果你吃了这卷书，你却不去传递它，或者不去了解它，不去说明它，其实你觉得这个世界的人会从哪里去听到这些幕后的消息？他一定去找占星师啊，他去找星座研究，他甚至去听政客怎么预测未来。他们可能预测到一两件事情，可是至终他不知道谁要来掌管这件事情，谁要来终结这件事情，所以会有什么星际大战，会有什么核子大战都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谁掌管这一件事情啊？谁？是某个总统吗？还是伊朗啊？还是谁吗？他们不知道啊，所以他们猜啊，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经济要怎么样啊。可是我们知道谁在掌管这一切，我们已经看见一些现象在当中，所以基督徒在当中是有能力，是有责任要去再说这件事情的预言了。再说，这是我们已经交付给我们的责任。所以约翰吃了这个话语之后，他有责任说你还要再继续的把这件事情传递出去。然后我真的宣说，越靠近历史的终点，身为耶稣见证的人会越发遭受，因为没有人喜欢听这种信息，没有人喜欢听这种信息。他告诉你说，我们能跟他传递说，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审判的记号，是中间要经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大概没有人要听这件事情。甚至你告诉他幕后的时代会有哪些现象出现的时候，多数的人可能不见得很爱听。那耶稣基督见证人，当你要为了一些事情站立的时候，你会让人家讨厌的了，会不会？你有可能让人家很讨厌，就惨了呗。你的立场也让人家很不舒服，都有可能。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你要选择哪里。你可以继续讨好他们，你可以不去传讲，你也可以不去站出立场。但是我只能说，但是当你要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去发声音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被人家讨厌。所以后面有两个见证人的故事，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谈谈这两个人见证。我要现在再往下走的是，当这位我会把焦点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上面，里面有很多枝节的细的东西，我就不会很多去谈论它，因为那些东西有些时候是奥秘，有些是只能从更多的了解当中我们去醒思。然后我会把重点在这里面，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重点跟各位讲，量度的杖，当这位大力天使给那个约翰吃了这一卷书之后，小书卷之后呢，又有一个杖量给他，跟他讲说你要量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在你们十一章里面有哪三样东西？第一个是圣殿，神的殿，有没有？第二个是什么？祭坛。最厉害的是第三个啊，不是礼拜的人，量三种人，三种东西，量礼拜，英文叫做 worshipper， 敬拜者，礼拜，我们中文翻成礼拜的人。如果你们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三种丈量是在丈量什么？前面两种我们了解可以丈量了，第三种怎么丈量？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边做礼拜，你在这边敬拜，有一根丈量的尺在你旁边量啊，
有没有想过，还是你觉得来教会敬拜只是不得已的，反正主日到就来啊？还是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有一根丈量的尺在旁边，我们可以量外貌，你量我，甚至我量我自己都不准，可是有一个尺很准的，在神的手中，他鉴察人心，他看到我们的里面，他可以量。这件事情让你会不会觉得，哟，我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尺可以量？真的，你自己看启示录，量三件东西包含敬拜的人，所以不是只有量圣殿硬体的啊，量祭坛，我等一下后面也会继续谈谈这些东西。可是我正让各位想思想的是，量礼拜的人怎么量？量生命吗？量态度吗？量信心？都很抽象，对吧？人没办法量这些东西，可是神透过他要量这个东西。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被量的感觉怎么样？惊惊的，你跟他挥挥手，量我一下，我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是会被量度的。OK，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在量，可是我还是要说，一本是这样子。被量的人，你仍然是在恩典的里面，阿妹吗？你会发现，因为外邦人的愿是被践踏的。换句话讲，在那个时候里面，不再有人会进到教会，因为外邦人愿已经被践踏了。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有人想要来信耶稣，想要来教会礼拜。所以你即使你在礼拜里面的人，你都是在恩典的里面。这样会给你甜一点了，真的。你会觉得有点甜甜的，又有点苦苦的，真的。但是即使我们能够礼拜，我们都要知道神仍然在鉴察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在当中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好，所以你会发现再往对不起往下，但是他告诉我们，外院不要量，圣殿的外院不要量，因为有外邦人来见他，见他的期间是1260天，就是42个月，3年半。其实这个在旧约但以理书里面其实都有相关的讯息，但是今天我就不太再把这个3年半要发生什么事，至少这边也没有谈到。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状况是，这一群人有一群外邦人员，基本上外邦人员是让人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的。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里面，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在那个时候教会会一个状态是没有人想要进到教会的，外院已经被践踏了。换言之，我们看到可能有一间不再成长的教会停止成长，人可能会出去的地方，可是人要进来是几乎没有了。了解这意思吗？我们要离开教会很简单，你可以选择世界啊，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时刻是外院被践踏的时候，是他们不想进来了，甚至也没有人要进来了，真是讨厌啊，懂意思吗？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外邦院遭到践踏3年半，你会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群人在敬拜的，神丈量那群在敬拜的人，神丈量那群在敬拜，神也保守那群敬拜的人。然而我很感谢神的是，你看到了这一群人外邦人员被践踏了，可是神有没有停止不传递讯息给他们了？有没有？没有。哎，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开始派了2个见证人出去，而且非常有能力的2个见证人。哎，我觉得神的怜悯就在这里。哎，即使到了一个程度，教会好像已经失去了那个没有人要来了，人讨厌神。你看到前面的那些启示录，你就知道已经发生这么多事情，人咒诅那个神，咒诅神，人就是不愿悔改。但是神还是继续差派他的使者出来，神还是去差派他的使者出来。就神派了2个见证人出来，这2个见证人，有人说这2个像以利亚、摩西，因为你看里面的这些句子，他说有人要害他们，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他们。你也知道以利亚那时候说，如果是神人，就有火下来烧灭你们，有没有？以利亚在旧约里面。然后你会发现
里面有权柄叫他们的天闭塞不下雨，也是以利亚说三年也不下雨就不下雨了。然后呢，有权柄叫水变血，谁叫水变血啊？摩西。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摩西、以利亚是好像在旧约里面最有 power 的两个记号之一。所以好像摩西、以利亚，那新约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好像跟摩西、以利亚在讲话一样。所以这两个人一直认为是这两个见证，可是至少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不是以利亚、摩西，只是他们所做的模式很像。可是你知道，即便是如此，以利亚、摩西，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要叫人认识神。以利亚在那个国度里面，亚哈已经远离神了。这个以利亚一样是见证神的能力，呼召人回转向神的。那摩西也是在埃及所做的那些事情，是要叫人敬畏神。只是人法老硬着心，所以神就任凭他。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不论在埃及里面或者在以色列里面，那个环境都是非常抵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富有非常大的能力在当中，可是回转的人很少。甚至摩西所带领的百姓其实也蛮顽梗悖逆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这两个见证人还是在当中，在那个氛围里面传递。各位，我真的说，神定义在末后的日子，人要有传道者。我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好让人听见信息。而且我还觉得，从两位见证人的口中，而非一位来充分听到见，你会发现，神总是让你有伙伴的。所以不要认为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没有这样子的。神在做事情，多半还是使用了群团队，两个两个，耶稣也分派门徒两个两个，在这里还是两个。不要，所以我们真的在从事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认为说只要我一个人就好了，我不要你们，没有这样的。即使在这么困难的环境，神都使用两个人。然后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这两个见证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最后这两个人被杀，有没有？而且不得入土安葬，曝尸三日半，供人嘲看、观看并嘲笑。然后神使他们死而复活，又带着安静，有没有？如果你会发现，这两个见证人这么有能力，但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啊，你刚才看一下英文里面，他们很痛苦，有没有？因为这两个先知，这两个见证人，让他们很痛苦。所以他们巴不得他们死，只是你想害他的时候，他们有火可以生出来，有火可以来烧灭你们。只是你想害他的时候，他可以有权叫水变血，所以你感觉到你没办法害死他们。终于有一个兽上来了，把他杀了，你会怎么想？嚯，出瘟啊，对不对？出瘟啊。所以你看他们说他们彼此馈送礼物，有没有？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哎，可是我要留意我们自己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这种态度是，哎，只要那个人对我，那个人让我很不舒服，只要他一怎么样，我的，哈哈。你看，留意这种态度。我知道很多人有时候真的，可能你们对我不舒服，我对谁不舒服？如果你们认为说，大家等着看吧，然后你会怎么样？就呵呵，你看哈、哦，就是这样子吧。然后我们大家很高兴说，你看我们说对了吧？你看怎么样呢？留意这种态度，因为我们很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这一群人会送礼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些人他们在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甚至在这过程的当中，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你们来遵从他，其实是要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其实这两个见证人，我们中文说他穿毛衣，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原文里面穿的是麻衣啊，
英文里面你看得到，他就是穿麻衣。麻衣代表什么意思？穿麻衣代表什么意思？对，是一个在旧约里面或者在以弗他人，那个是一个悔改、谦卑，或者是一种悲惨的记号。换句话讲，他是穿麻衣在当中告诉你们，你要悔改啊，你要自卑啊，你要在这过程当中来回转向神。因为在尼尼微从上到下因着听到约拿的信息，他们就披麻衣或麻布，连牲畜都披改了。可是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两个见证人这样子做的时候是没有人回应的，反倒欢喜快乐，反倒欢喜快乐，觉得啊，终于不要再受这听这些信息了，终于不要再看到这些灾难了，终于怎么样。可是各位，我真的要说，神让他们死而复活，又带他们进荣耀里。我后面也会来谈谈这两个见证给我的感动。你会发现伴随这两个见证人升天后出现大地震，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上天上的神。我真的就发现第一次在七印七号的第七号没出现之前，终于看到了地上的人怎么样畏惧神。哇，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很辛苦，有没有用尽各种方式就是要突破人心。现在终于有一点点亮光洒进来了，你们看到。可是你也想到这两个人有没有像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地大地震，然后人就归荣耀给神。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只有给门徒看见，但是这两个人升天的时候是地都看见，而且还伴随大地震，真的有点耶稣的样式在那当中。终于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人归荣耀给神，而且人开始恐惧惧怕神。终于啊，我觉得神撼动人心到这个程度，人终于开始有一点点回应了。你看人心不容易吧？OK， 我只能说神真的很怜悯，即便在这么困难的时刻，在那三年半里面，神都继续使用传道人在当中传递他的工作，并且要把人心夺回来，然后你会发现，在这恐怖的景象之后，好像出现一个美好的段落，那就是什么？第七号天使怎么样？第七号天使吹号了，你会发现，再一次听到了赞美敬拜出现，有没有？你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那边就开始，哇，就开始赞美。第十六节你会发现，长老又开始俯伏在地上。我觉得那长老好辛苦，一直要俯伏在地上。越靠近神的人都越俯伏，感谢神。赞美敬拜又再次出现。我觉得读启示录最美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看见很深沉的黑暗的时候，他又马上把你带到属天的光景里面，看见盼望和天上的敬拜。当你在很痛苦的过程当中，在很难的时候，他再把你拉上去启示，再让把你拉到天上的启示，不让我们的心好像被这东西压住，再把我们带回到天上，带回天上，你会发现七号带回天上之后，往后面看，你会往第十二章看，又开始看到了征战，开始看到了地上的一些事情，就是不断的交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神真的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信心被持守。现在我们几乎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刻，终点在王运七号吹了，然后你开始看当中的天上的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有没有？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你会发现就开始发生地上的一些征战，然后还有神的凄婉，神的愤怒开始倾倒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在后面那边来讲，第十八节有讲外邦神，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有没有？神的愤怒也临到了，所以你会发现七晚是神的愤怒开始倾倒下来，但是我们终于知道终点在望，所以在那个时刻里面有赞美，有敬拜。回来，我要稍微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上帝的话语拿吃再说，三个动作你会发现。在约翰里面，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拿。第二个动作吃。第三个动作才是说。你必须先拿，各位，拿是领受，就像刚才嘉欣在讲领受。保罗也是啊，在领圣餐，我们等一下领圣餐，他也说
我所领受的是那一夜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所说的，还要领受啊，你也要先领受啊，你要去拿，你必须去拿这本书啊，你必须去拿神的话啊，你若都不去拿，你把它摆在家里干嘛呢？然后呢，接下来是吃，你必须吸收它，你开始去思考神的这些话语，你必须去吸收吃进去，你吃的时候有时候会苦啊，这是正常的，但是苦口良药嘛。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读神的话很无聊，很干，很苦苦的，不好吃，你要不要吃？你还是得吃啊，你得拿，你得吃，最后才是什么？你还得说啊。可是你若前面不吃不拿不吃，可能你说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觉得了。你可以讲，你可以讲股票啊，你可以讲将来的运势啊，你可以讲那些都是你从旁边听来的。可是你就是没有从神那里领受，从那里吸收，从神那里去传扬神的信息。说各位，我觉得约翰这个地方，他跟那个天使说，请你把书卷给我，拿了，吃了，再继续多成讲预言。这也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在面对神的话语，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一定得先拿，然后要吃进去，然后要说。所以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要做 QT 的原因是为什么？你不是只有每一个主日来啊，我知道你们也不可能每一个主日都出现的话，你也不可能一个礼拜只靠一个主日的信息喂养你，你必须自己每一天去拿去吃，你才有力量说啊，要不然你在说什么呢？可能我们泡在电视的时间里面比泡在神的话语多，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神的话，你只要领受到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你那一天的力量。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每一个人必须跟神开始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有一个时刻到的时候，有可能真的你必须靠着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了，不是靠讲台的力量了，也不是靠你的小组长，是靠着你跟神的关系。OK， 你才有办法度过那些难关，但是你一样要经历同样的顺序。好，接下来第二个，我觉得上帝鉴察敬拜与祷告，为什么？这是刚才那一段话，将神的殿和祭坛殿中的礼拜人量一量。第一个，神的殿代表我们的敬拜赞美，所以其实我觉得，哎，神其实也会量我们的这些敬拜赞美。祭坛代表我们的祷告跟认罪悔改，人到殿中。神的殿中的时候是赞美进入他的院，然后感恩进入他的院，赞美进入他的殿等等的，你会发现神的殿敬拜跟赞美是正常的，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应该要这样。可是也量度祭坛，那个祭坛的意思是我们的祷告跟认罪，因为那是最处理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敬拜赞美而已。我觉得这个时刻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要祷告跟认罪，神在量这个东西，偏颇了都不好。我们需要敬拜赞美，但我们也要悔改认罪。但我们不是每天都哭哭啼啼，我一直悔改认罪，可是我们却不懂得用赞美敬拜来征战或者归荣耀给我们神，需要平衡的，需要平衡的。所以我觉得神在这边让约翰去丈量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帮助我们在教会，在那个，在这个世代里面，这是神在看的事情，这是神要交付给教会的事情。我们这一群在里面做礼拜的人，我们要这样做。所以不要认为说敬拜赞美我可以不要参加，祷告会不用参加，各位，这就是神在看的东西啊。可是很多人只想要听讲道，可是这里面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人讲道。神在量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你跟神的关系啊，你看到没有？敬拜赞美是你跟神的关系，祷告认罪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来到神的殿中，不是只是来露脸、来交谊、来享受讲台，你要开始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这是神在看的，所以神说你要用心灵诚实，所以量礼拜。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我们不了解神在量什么，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们人没办法量，只有神可以量。我觉得神在鉴察我们。最后
勇敢见证上帝掌声时。见证人呢、啊、是谁让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要听听看，我觉得见证人是让人听得快乐还是听得痛苦？你觉得我们的信息是要让人听得快乐还是觉得听得痛苦？都有吧，都需要。可是如果我们都只高举好的那一面，我们也要小心了。因为我觉得使徒彼得做见证的时候，众人听得怎么样？扎心啊！上帝问说我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高举耶稣爱你，耶稣是爱我们没错，可是我们都不再谈公义跟审判跟圣洁，我们只讲同理，我们只讲爱，可是我们不再讲圣洁跟公义。我同样同意，在我们传讲公义圣洁的时候，神的爱跟怜悯是在前面的，因为神的宝座是公义公平圣洁，但是前面写的是慈爱跟怜悯。我们接触人的时候是慈爱怜悯，接触完了之后你要不要让他知道神的公义圣洁？要不要？因为你要引导他进到宝座前，最后就碰到这两个东西了。好，所以保罗也是啊，他对腓利斯的时候也是这样，保罗讲论什么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腓利斯圣洁怎么样恐惧。哎，我们会不会讲这个、啊、不太会啊。各位，我只能说有些时候你要你的见证可能会让人听得不舒服，但是如果那是神给你的信息，你要不要传？你还是应该要传。没错，我们需要有甜的时候，但是也要让人听了之后发苦，发苦才能让人来寻找神。都只是甜，他们的宗教也给他们甜了，有没有？他们去求神问福拜佛，这些东西也是这么的甜啊，就是你来拜我就给你一帆风顺，我就给你大发财，我就让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不就甜吗？如果我们也给他们甜而已呢，那我们真的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哦。这个只是当中的一个神，还有别的力量可以帮助他们，懂意思吗？那我们就没办法引导他们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个见证人这么有能力为主见证，我那时候在想说，但是有无底坑，有个怪物上来跟这两个见证人打战，很奇怪，上帝没有保护他们，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兽就把他们打死了，他们这么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上帝没有保护他，让那个兽把他们杀死，你会不觉得？哎呦，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可是我觉得，而且他死后复活，主也没有让这两位见证人在地上继续工作，有没有？他就直接把接水接进家了。我们觉得啊，他要是死后复活，继续留下来做见证，继续留下来用火手中的权柄，那个说你们伤害不了我，我的神很厉害，会不会有更多人信主啊？可是神就没有让他复活后继续留在地上工作，而是把他接回天上。就觉得神啊，你的做事法则我实在搞不懂。按照我的想法是，你应该帮助他们跟兽征战，让他们得胜嘛。那就很多人觉得，哇，这两个先知是真的是神的使者，这样不是很好吗？啊，不然他们复活之后继续在地上传扬福音，应该有更多人被吓到嘛。但是神都没有这样做，神的做法真的就是，好，让你被兽杀死，好，我让你复活，可是你也不要再继续工作，我就把你接回去了。我只能说了，传一个见证的人，其实我们的一生里面其实是神的工作嘛。我觉得就是容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每一个神的仆人或服侍神，或者你在传递神，你在地上都一定寿终正寝，不一定。有些人会经历到像这样子被兽杀死，然后他的服侍好像还没完，然后神就把他接回去了，感觉上他在地上所传递的这过程好像没什么果效，对不对？顶多只是让一些人惧怕而已啊，稍微归荣耀给神。可是神只要他这两个见证人做这件事情就够。三年半的传道，因为外邦人员也就这几年，耶稣也只有传三年半。各位，神的仆人或者神的见证人，很多时候你一生的服事里面，神要怎么让你离开，神要怎么让你工作，没有什么样才叫做标准。
有一些人神就存留你，约翰可以存留到后面写下启示录，彼得就不是了，彼得就被钉在十字架，难道彼得比较惨吗？约翰比较好吗？没有啊，其实这是神的权柄。我只能说，当我活在地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勇敢的见证我们的生死，其实我们的方式怎么离开这个世上都是神的权柄，神知道怎么用你。这些过程结论是我们其实都需要成为主的见证，不管从这位天使，他也是在见证神，约翰继续见证，继续传讲，然后你看到两个见证人继续传讲，这些都不断的在传递神在幕后的心意。所以我们其实也要在这个时代里面继续的成为主的见证人，务要传道，这是提摩太后书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怎么样？责备人，我都觉得我不太敢责备人。警戒人，会警戒吗？劝勉人，劝勉人可以翻为翻译成安慰人，我们比较喜欢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责备人，但是你责备人的时候，人家一定觉得你没有同情心，你不了解我的苦。我的问题跟你的问题不一样，可是我只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责备人、警戒人，还得用各样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这是神在幕后的心，务要传道。各位，这不是给传道人。当然，提摩太后书是因为保罗要写给他的接棒人所说的务要传。可是不要认为那只是给传道人，你们每一个不也都是这样子吗？懂意思吗？务要传道。但是我们一样。先决是我们还是得拿得吃再去传道，这是神在幕后的时代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面前向你献上的祷告，你让我们看见在第六号角跟第七号角之间，你除了派天使把一个小书卷给约翰吃，叫他继续做见证之外，还派了两个见证人到费利尼的地方为你做忠心的见证。主啊，我想你不只派他们两个，你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的见证人。求你也帮助我们做你忠心的见证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趁我们还有年日的时候更多的传扬，并且为了真理来站立。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